今天晚上我们吃烤鱼，我先去支帐篷，你们在这里钓鱼，注意安全。好的，老师。洗澡真是太好玩了。小小塞，该出来了，不能洗太久。我还想再洗一会儿。妈妈，我洗好了，我感觉头好晕啊。里面那么闷，那么热，洗那么久能不晕吗？我们赶紧来收拾吧。好的。终于收拾完了，我们去玩吧。紧急任务，紧急任务。你们两个怎么飞得那么慢？这可是紧急任务。零食吃太多，我们没能量了。赶紧回基地吧，这样过去只会拖大家的后腿。妈妈，我有两个蛋糕，你吃一个吧。不用了，妈妈不想吃，你吃吧。好的。爸爸，还剩两块饼干，这一块给你吃。你吃吧，爸爸不饿。好的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于水，黄掌拨清波。哥哥，你能陪我玩一会吗？不行啊，小小赛，我明天就要考试了，得抓紧时间复习呢。好的，哥哥，你快复习吧，我一定不来打扰你。快来捉我呀，小小赛。你快看呀，我捡到了100块钱。一百块钱可以买好多好吃的，我们赶紧去买吧。不行，这个不是我们的。那好吧，要不我们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吧。好的。